未来后代子子孙孙有任何的状况，陈时中永永远远会被后代人记得。2012年啊，那时候的苏贞昌啊，他在他的脸书上写什么？我特别再把这个文章给拿出来啊，他下面的第二段这一句话，国人健康无可取代，呼吁国会严格立法以外，地方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标准，全国国民要一起监督，捍卫自己的健康。贫穷心都不能明，弟兄贫都心能平。社会局势将有论，进入到求实信心。我想我们在这个委员会里面联席，大家也讨论非常多次。而今天这八个行政命令，我刚也附和我们招委以及费委员的一个看法。说实在话，大家都要为后代子子孙孙来着想。我刚甚至看了一下那个行政命令啊，其实陈时中部长，我都很为您抱屈啊。行政命令上面就是写部长陈时中啊，未来后代子子孙孙有任何的状况，陈时中永永远远会被后代人记得。部长，我先请教一下，昨天高雄市议会这边有一个三读通过，说禁止要求牛猪鸡鸭来剂零检出，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我有看到这样的新闻。你有看到这样的新闻？您早上怎么回答？您说如果说现在跟中央部会法规对，以现在来讲，猪是没有抵触，因为猪现在人是零检出嘛，那牛就有相关的抵触了哈。那现在这个法制局也讲是说，公共卫生署中央立法事务议会修正通过的自治条例可能会遭行政院不予核定，无法生效。那卫福部的立场是什么？基本上如果来这样的文来到，不过这个院辖市是到行政院去核定的，直辖市啊，直辖市，直辖市是到院去核定。那县市政府是到我们这边，那我们大概都不会核备。不会核备，但是我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还是问哦。中央是一个订立母法原则，地方政府也因应民意订立更严苛的标准，到底何错之有？过去大家不要换了位置又换了脑袋啊！过去没有要求过吗？要求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为了民众着想，订立更加严格的标准，他也没有违反中央的母法规定啊。现在整个是一个卫生食安，这个是由中央是全国统一之事项，那地方如果因地制宜之必要，那就要提出有相关安全上必要的一些相关理由，那可以来讨论。好，我们来看哦，部长您刚刚讲，当然都还是一个比较这个官式的回应啦。2013年，现在的行政院长苏贞昌怎么说？2013年那个时候，苏贞昌是2012年啊，那时候的苏贞昌啊，他在他的脸书上写什么？我特别再把这个文章给拿出来啊，他下面的第二段这一句话，国人健康无可取代，呼吁国会严格立法以外，地方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标准。全国国民要一起监督，捍卫自己的健康。所以，这不就是典型换了位置又换了脑袋吗？2012年时候在野的苏贞昌，他就会在他的脸书上写：地方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标准，要全体国人一起来监督。现在变成现在自己坐上了行政院长的位置之后，地方政府制定更严格标准不行，地方政府顺应民意通过自治条例不行，就是要跟中央一致，中央怎么说，你地方政府就要怎么做。中央说要开放来猪，大家就开始吃来猪吧。甚至还有民进党高雄市议会党团在昨天还讲说，是谴责作秀做过头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不管是议员或是我们委员，大家都是民意代表啊。民意代表通过了一个自治条例啊，或者说通过一个严格的标准来捍卫国人的健康，这到底是要做什么作秀啊？行政部门，你们有行政部门的压力，
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到底谈了什么条件，到底承诺了什么，只说不能改，因为会违反承诺。到底谁跟谁谈了什么承诺也没有说过。但是我们今天只讲，既然高雄市议会已经通过了，开了第一枪，任何县市的议会如果要把关，要国人不要吃到含瘦肉精的猪肉，真的都应该要捍卫自己的食安条例，捍卫自己的自治条例。行政院长苏贞昌2012年就已经说过了，地方政府制定更严格的规定，他要求了，他也呼吁了，我们呼吁全台的议会都应该好好想想，为台湾的人民，为自己的市民县民好好把关。好，谢谢洪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高鸿安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哦。我们今天是在处理我们第四案到第八案的部分，主要都是在处理我们的这个标示的问题。但是本席还是要先再次的指出哦，我们只要不进口这些有风险的来猪，因为毕竟台湾我们在食用猪肉上面来讲，我们的食用的膳食的方式，确实猪肉含有莱克多巴胺，对国人来讲健康是比牛肉的风险还要来得大。但是呢，今天我们进口，我们当然想说蔡政府还有民进党，不管是我们的政府或者是委员党团，都一直告诉我们说，哎，这个对于我们经贸谈判是有诸多的进展。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好像也都说不清楚到底经贸谈判的进展在哪里，所以在这块的话，其实真的很难去说服国人哦，说就算有风险，请大家还是要吞下去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决定。那回到标示的问题哦，今天我们想从今天开始算到我们1月1号要进口，刚好倒数50天的时间，从今天早上的发言讨论到现在，从部长跟农委会的回答来看，其实你们根本就还没有准备好。刚刚问到你们最引以为傲的台湾猪标章还没印还没发，13万家的肉品业者自愿申请，目前才刚开始起跑，也说不清到底有几家真的完成登录，稽查能力的不足。刚刚讲到说，跟我们前面的招委有问到说，今天13万家的这个肉品业者啊，我们有600位，刚刚算部长回复有600位的这个食药署的人力，但是这些600位的人力，它是全台湾只要跟食药相关的稽查，它都必须要做，并不是专责来做我们今天所谈的最有问题的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肉品的稽查。所以呢，如果今天食药署在人力的稽查的也不足，然后再不要讲刚刚有一些委员问到 SOP 到底怎么稽查，我们今天从屠宰到餐桌总共5道关卡，从一开始进口到大小盘商，到加工，到零售贩售，到我们最后餐厅跟小吃摊贩。我们先讲进口跟大小盘商好了。今天我们在进口上面来讲，边境的查验或者查厂到现在也还说不出来，只剩50天哦。再来大小盘商，大家分装拆箱，所有这些肉品有时候一箱里面可能这一个国家的肉跟那一个国家的肉混在一起，这件事情分装拆箱到底怎么解决也说不清楚。再来加工的部分，刚刚我们其实讲到说组合肉品或者加工肉品里面来讲，加工是最容易会出问题的一块，但是我们刚刚部长跟我们农委会回答的是说，我们会去做工厂，我们去工厂看，去工厂稽查。我要举一个很抱歉的例子哦，我们今天口罩国家队大家引以为傲，可是最后呢，我们发现嘉利康将甚至静心全部都有出问题。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今天我们在讲说我们要去工厂来看，口罩国家队工厂数量这么少，今天相对于我们在做加工肉品的工厂数量这么多，你稽查能力又不足， SOP 又没有，到底要怎么样帮民众去把关他的食安健康？最后零售贩售跟餐厅小吃业者，我更惊讶，刚刚部长竟然回复我们说，我们会跟我们的地方自治会还有摊商管理的系统去做合作，然后请他们来自愿性的来帮助我们去做地方上的肉品的这些，不管是从稽查或者是保护或宣导。天哪，我们今天要把责任直接放
到地方的基层，甚至是更基层，还不是地方政府哦。我们现在是要让地方自治会来协助我们去做这样的把关吗？我觉得这些听起来都是我们正在只剩下50天，这50天内，我现在听到的东西，产地标示没有讲清楚，稽查能力不足没有讲清楚，甚至今天早上联合报也登录。登载的是食品登录系统涵盖只有到2%，这个我没有时间再细问下去。但是我想，所有这5个关卡来讲，每一个关卡现在问起来都是问题。我更不要讲今天我们很多委员都在问的问题，到底为什么食品没有办法直接标示有没有含莱克多巴胺？之前我听到媒体访问这个我们陈时中部长的时候，部长回答是说，因为这是对莱克多巴胺的歧视。请问部长，你现在还是这样的想法吗？来，请部长。动物残留用药，我们大概前言115种了，那115种都要标吗？荷尔蒙要标吗？抗生素要标吗？请问一下，莱克多巴胺目前在台湾是生产制造是不能用的？那政府就在安全容许量里面，确保大家进来都在这个允许量之内，那这样就保障了一个基本的安全。请问莱克多巴胺目前是不是在台湾生产制造是不可以用的？莱克多巴胺在里面是禁止输入、输出、制造，所以这样是不是跟您刚刚所讲到的这几项其实是不一样的概念？为什么？当然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是不能够用莱克多巴胺去做生产跟制造。那整个的条文你看，就是说从国外里面用在牛猪的饲料里面不在此规范之内。是，所以我们今天民众所担心的并不是产地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含莱克多巴胺的问题。但是您一直没有办法讲说做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致癌难行之处。今天动物用药有非常多，我们都清楚。我刚才不是就讲了吗？那么多的动物用药里面，残留用药里面，那是不是全部都要标？没有说全部都要标。那是不是代表只有莱克多巴胺比其他的抗生素、荷尔蒙这种过量来的更不安全吗？今天我们看到的问题就在于，安全标准只有一个。好，安全标准现在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前面我们昨天其实已经审查我们1到3案的这个行政命令，但是我要说的是，民众所担心的忧虑，我们今天是民意代表，我们代表民意过来，大家担心的是莱克多巴胺，而不是刚刚部长讲的所有这些其他的动物用药。今天莱克多巴胺在台湾是禁止生产、制造、使用，所以这就是民众一个很大的忧虑。我们希望接下来未来倒数只有50天的时间，在这个部分，我们今天行政命令看起来应该可能因为多数的关系还是会通过，可是部长跟农委会，我们真的要好好想清楚，怎么样让民众的忧虑可以降到最少。刚刚有听到您从政的初衷，从政的初衷一定也是希望做到最好，让民众放心的政府，所以希望能够部长你真的要好好努力加油，在这段时间的沟通真的不是非常的 好。不过跟委员也报告，莱克多巴胺在101年的 ADI 已经通过了，这个物质已经是可以使用，然后美牛的风险不会比美猪要来的小，但是因为猪只我们国人的膳食方式，猪只是比较多的，所以美牛跟美猪在这个方案的标准里面都是安全的，只有超标才有不安全的问题。我想这个观念必须要澄清了。我想部长也需要再跟所有全台湾的民众再澄清更多，因为其实健康的评估报告也被相当多学者专家所评抨击，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想部长真的最近您辛苦了，但是真的我觉得沟通真的没有做好。还有如果真的标章这件事情是你们觉得可以去满足民众降低忧虑的方式，现在听起来倒数50天也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稽查能力因为时间关系不足就不跟您再多细问下去，可是这个部分稽查能力如果我们都没有办法准备好的话，明年1月1号开始标章都是假的。你今天有标章，没有人去稽查，或者甚至刚刚听到是自愿申请，那更夸张。所以这个麻烦部长真的要帮我们好好的民众多把关啊。对，我也就是说也谢谢委员的指教，那么也希望这个法规命令的审查能够尽速，确实时间是越来越少，那准备也越来越仓促。倒数50天哦，好，谢谢主席。